想要种出漂亮的盆栽，选择容器当然就非常的重要啦。像这种浅波，它是种水根珠葱；深一点的茶碗，因为可以放比较多的土，就比较适合会长得比较高大的，像是蛋黄果啊，因为它的容器大，装的土多，根部比较有办法伸展。小一点的茶碗或是小钵，它可以种矮小长得比较不会高大的，像是金桔啦或是茂谷柑。另外像小茶杯，在种子是数量不多的时候，单单种一颗也是很可爱。